秦奥联合举办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系列活动3月15日在横琴口岸广场举行，活动也签署了秦奥消费维权联动协助合作框架协议，希望推动秦奥两地在消费维权领域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。在新形势下，如何营造更加安全诚信的消费环境，让消费者及商家有无可归，打造适应贸易合作模式的全新消费生态，将是今年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。活动同期也举办放心消费商圈横琴诚信店授牌仪式，并启动成千奥情小学生填色比赛及主题宣传活动展示区亮灯仪式。在3月24日前，展示区将设置秦奥消费维权咨询及企业诚信文化展示等，便利秦奥居民和旅客进一步了解消费维权及保护。